你要先不要脸，你才能挣到脸。对，要脸的往往没有脸，不要脸的往往最后都有了脸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欢迎我们的胖军。欢迎，谢谢，谢谢所有朋友。欢迎胖军，开心开心，今天太有了，欢迎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军，从河南到江西1000公里，开了十几个小时，终于到达了。这里就是海哥的老家啊，镇上的一个餐馆。海哥说让我在这等他，今天中午我们在一块儿吃饭。哎，海哥，我到你老家这个饭店，我们经常吃饭的地方。你不是让我在这等你吗？行行行，好，慢点，海哥啊，好。凯哥来了啊，下着雨了。最近好热闹，凯哥的凝聚力真的很强。大家看一下，几台车过来，估计有很多人啊。哎，飞哥，凯哥，龙哥，哎，都是老朋友，都是老朋友。小胖子，小胖，凯哥。哎，凯哥，腰不行。又多久没见了？两个多月。好像有一年的感觉。没有没有，我感觉才几天。就海南哈，海南回来。楼哥楼哥楼哥，好久不见啊。海哥，我刚才还说海哥凝聚力真强。你看每次一到逢年过节或者干嘛，你看多冷，这边的温州，温州不要见温州，海哥第一次见。温州呢，也支持我很多啊，谢谢温州啊。那个是红林。啊，红玲姐，这是他两美女，很巧。哎呀，不是呢。欢迎红玲姐，欢迎你好，新年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边看一下，这边这个是幽兰姐。Hello， 潘军，新年好。新年好。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都已经很熟了，感觉啊。对。我也是自来熟。对。那就海哥今天还少还少。好呀。好快。好久不见我们的胖军呐。今天又让海哥破费了。没有什么破费，吃点饭了嘛，什么破费？行，每天不要吃饭，是吧？我也很开心。下午再吃饭。这个何老板是吧？蒋哥，何老板，你怎么走进来？不急。焦姐，多长时间没见？一年了，好快，太快了。不止吧？你都胖了一个 plus 了。上次碰见。哎，这是咱的御用餐馆啊。喂。这个地方接地气啊。来，请进，龙哥。没有时间，你放在那儿。这一点都不见了。请进。龙哥，请进。进。来，请进。搞什么呢？欢迎光。你是远方来的。欢迎光。欢迎光。然后不是还有人门口呢。龙哥。随便坐啊，有很熟悉的感觉啊。随便坐啊坐，你们先坐。快点三个人，海哥，你坐这里，坐中间。你温总坐中间，温总轮到我了，对，快，刚才轮到我，这不打你了。这地主，这是氛围真好，这地主。对啊。坐，太冷了。我不能坐，我坐这。快点啊，这两天又堵车，我又不想开车，所以就晚了。啊，你本来说初五过来，你就放我鸽子。不是放鸽子，我一般不放鸽子，海哥你没办法，你是鸽子王。没有，放我鸽子。他有拖延症。没有，每次说来就拖到那了。那个叫什么不可抗力因素。那今年，你想
往国内走还是往国外走？我有没有难度？跟着海哥走。你跟着我走是可以啊，问题你老婆不愿意。我老婆什么时候没？你从来没说过不愿意啊。你只要跟着我，你就是永远的要。不，这只是我的名字而已。不是，跟着海哥走，吃喝全都有，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。他跟着我真的是永远的亚军。我觉得我跟他取的名字，他只是叫亚军而已。对对对，就没想到他真的是千年老二。我觉得大家能认识都是缘分，你看。努力。对。上进。是上进。你老是拖延。去年。该干的事情没一件没干。去年种种因素吧。颓废了，知道吧？对对，是有点。是有点。你如果是在大南山好好待着。自己现在这么颓废吗？海哥，这个敬业的精神，我是要学的。这个真的，这是敬业嘛，是吧？我们做一行爱一行。这个，就说你好不容易就是这个流量起来了，突然间又回老家了。各种杂念吧，多的我就不说了。视频拍的刚好呢，有几十万每个视频。你忽然间又去搞贵州搞直播。你直播搞完了吗？你又回来又拍视频，就是三心不定，就是想法太多了。是输光输尽，其实就是没有，我觉得2022年还是挺好的。你这展望2023，对，毕竟靠着海哥那个大树了呀。没有，我不是什么大树，但是做事要有恒心，对，毅力，对，再就是往一个方向使劲一根筋，你要先不要脸，你才能挣到脸，对。要脸的往往没有脸，不要脸的往往最后都有了脸，是吧？对，是的，今年会那个，包括在座的兄弟们，咱们都一起加油啊！既然选择做自媒体，那图什么呢？那我们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华北不是，那什么什么什么电影制片厂，然后呢，就是要票房，做视频就这样嘛，要脸你怎么去要票房？那就脸皮厚，吃的。龙哥，做视频就要流量。做拍电影就要票房，对，确实是，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每个人都加油。你先不要脸，后面才能挣到脸。对。有句话说的嘛，天师古一席话，胜过10年书啊。现在18年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。开心，今天啥也不说话，我们都在菜里，吃饭，你完了，兄弟，哎，你来到这里就要吃米饭了，我是米面通吃，我之前在广东也待过10年，我不挑食的，你不知道，没事，但是你在家里老是吃面，对，我在哪儿反正都能适应，我们龙哥是吃面还是吃饭的？吃菜。大家都吃菜，罗罗吃素的。大家坐啊，新年快乐！好，再次欢迎我们的胖军，远赴什么？远赴江西，远赴江西寻亲。这是相亲吗？相亲，开玩笑，省亲，狂奔千里来到江西，也没什么好招待的。但是你也来过几次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海哥，我们都那个很熟了，认识3年了。就不要太客气，对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随意点就好啊。
那咱们就开饭吧，凯哥。啊，开饭了。好，来，好，来吃吧。新的一年里，祝所有朋友们啊、更上一层楼啊！好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